刚刚用的方法是这一个日期再加上63天，那63天怎么来的？基本上的话，63实际上就是透过这一个 C04去查这个表，里面呢往下查，查完之后得到哪一个呢？得到的就是查的话查这个，得到这一个，那得到30之后呢，把它除以3，或者说一周3个小时。 那除完之后就10嘛，10周之后的话必须先减掉一周，把除完的结果减掉一周，减完之后再乘以多少？乘以7，有没有？乘以7之后就等于多少？等于63，应该看得懂这个公式吧 ？OK， 按为什么要减一啊？就是因为本来就第一周，第一周不能算嘛。如果第一周算的话，变算如果加70天的话。 变成是第11周那一天了，好，可是我要知道结束那一天就第10周，应该可以知道第一周不能算，好，OK， 好，所以呢，那可是问题，我要怎么样把根据这个查到这个，根据这个查到这个，所以首先我们可以分阶段来完成。我如果说我要查什么，查这个班别它的时数是多少的话，那特别注意哦，查询。 也就以后你看到就是类似像这样，被查的在这里，你要查的表格在这里，啊查的话这个是第一栏，查一定是查第一栏，要带回来是第三栏，哎，那你就记得哦，一定要用一个函数插入函数里面哦。关键的地方来了，请你切换到有一个类别叫做检视与参照。那检视与参照就是其实检视就白话讲就。 查询相关的函数，就查询用的啦。那里面的话会有一个叫 VLOOKUP 最后一个，这个函数非常重要，因为很多工作上如果没有这个函数哦，你这基本上做不出来的。V 的话指的是垂直方向，指的是叫 vertical 啦，垂直 ，lookup 就是算是什么查看嘛，垂直方向帮我查看一下哦，意思是说。 帮我根据这个去那边查，他一定查第一栏，垂直方向往下找，找到之后帮我把相对的横向的哪一栏帮我带回来 ，OK， 对，它的概念是这样的，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，他会问你4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不过它英文啊，那当然我把中文意思 look up value， 就是你要查什么班级代号啊，我要查这个啊，我要这个啊 C04， 第二个问题是 table 就表格。 array 就范围，也就那个表格的范围在哪里啊？那意思就在这边点下去，跟他讲说，哦，你帮我从 A2哈一直往下找到 C15 的这个范围，那他会帮你找，把这个 B2 这个里面的资料去找第一栏，往下 vertical 嘛，垂直方向找，找到这个之后的话，他问你第三个问题 ，column，col 就 column 就栏 ，index number 就是第几栏的意思，哎。 那请问一下，我帮你往下找了，找到之后，请问一下你要把这个表格里面的第几栏的资料帮我带回来啊？那其实基本上查一定查第一栏，指的是什么？这个范围的栏哦，那这个一定是一嘛，这个是2，这个是3。那因为我要把课程时数带回来，所以这边输入3就可以了。那第三个问题说，那。 你要找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啊？比如说4104，如果找不到的话，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？如果不要的话，你就输0。好，不要，你就帮我找一模一样的，输入0就可以。所以这边后面输入3，输入0。啊，0的话实际上也是叫 false 就不要的意思。或者你也可以打false啦。啊，要的话就是一，啊，就是找那个接近的。好，啊，这边我们不要找接近，我们找一模一样的。 好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完成查询的动作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 VLOOKUP 函数哦，如果你在使用 Excel， 你不会这个函数，说真的，你基本上应该是属于不会用 Excel， 啊，所以如果你不会用 VLOOKUP 函数，你不要说你会用 Excel。OK 哈，因为我发现啊，上班族里面用最多的就这个函数，你会发现很多人每天都要用这个函数，他可能工作不用做了。OK 哈。 所以特别是应该知道原理原则吧，你不用死背，但是你至少要理解有没有这个去查什么查班级代号 lookup value 去哪边查？去背后的这个里面去帮你查，哦，那查的话记得哦，从 A2 开始查，哦，查到 C15，
然后再来什么呢？查回来第几栏，然后要不要找接近的？不要，就零。OK， 按确定之后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以查到什么？查到它回来的那个天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因为这个格式里面原来是日期，所以记得按右键把储存格式再改回什么？改回通用，按个确定30，有没有？它就把30帮你带回来了。那你有这个30之后，你后面才可以再加公式。 63天就除以多少？除以30除以10嘛，减掉1，哦，减掉1打勾之后的话，哎，不对，30除以，啊，不应该除以3哦，搞错了，OK， 除以3，减掉1，哎，那就9周嘛，那9周，哎，几天，就是再乘以7，所以记得外面包个刮弧，为什么刮弧？因为如果你不刮弧的话，它就先乘，啊，就不会先减。 乘上7，哦，7天，啊，乘是这个符号哦，打个勾，63，啊，结束日期的话就是什么，在这个前面再加上什么，加上这一天，加上63，打个勾，这样，哎，啊，这个为什么哈？因为我刚刚讲哦，它是一个数字，就1990年1月1号哦，跟这一天相加，啊，所以最后你可以什么，再把格式改为，因为我要日期嘛，所以你把它再改成日期。 就是这一天的，就是2010的9月4号，就答案了。OK， 哈，啊，试试看好了哈。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哈。那相关的那个公式啊，在云端上我也有放哈。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，待会再来看后面的部分哦。